香港天后容祖儿的男友刘浩龙到电台宣传新歌，他表示新歌是一首十级悲惨的歌，和容祖儿《命运中的她》坦言要想一个故事代入。现场刘浩龙看上去精神有点萎靡不振，他表示是因为最近天天通宵工作的原因。提到容祖儿最近突然失身，更因为这样而情绪低落，刘浩龙当场力撑女友，更指为了帮助女友做好声音回复，最近跟 Joy 用发短信取代打电话。那当然担心，因为作为歌手，声音是最重要的嘛。但是我就跟他说，都需要用一点时间去休息吧。对。他说自己可能会调整整个 schedule，就把工作放下一些，应该休的，息也同意。我同意了，应该放下的工作，休息多一点。因为其中在他演唱会的时候，他真的很努力去唱歌，但是他不舒服吧。所以现在都是需要多一点时间去休息。陈维斯，搜狐视频娱乐播报，香港报道。爱石头，爱沉默角色，爱搜狐视频。大家好，我是郭涛。